的主灯就在这个方向啊，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龙。其实那个龙哈，其实我们看过四灯老师的心血结晶哦，彭老师的心血结晶，那一直在调教那个灯光，让那个灯光达到最好的一个声光效果。所以他的一个三分多钟的这个表演，我相信让大家可以说是一定惊艳。那从现在开始，其实走到现在，从过年开始，已经各地各个城市的这个灯节啦、灯会啦，很多主灯都已经呈现出来了。但是台湾灯会的这个主灯，保证是最厉害的，而且这个非常非常让你惊艳震撼。那除了这个之外，而且没有 bug， 没有这个踩雷。那另外呢，在绿能灯区以及在城市有光，每个地方的灯区都有现代感，也有一些传统感。那中间现代跟传统在一起是非常这个融洽，没有违和的，所以可以呈现最好的艺术效果以及大众喜欢的这种热闹的感觉啊，目不暇及，美不胜收，欢迎大家一起来。